通过一个游戏让大家有选择菜品的选择权，赢的那组会说我吃其中一道菜，输的那队只能挑剩下的。游戏共四轮，每轮获胜的队伍可以获得一次优先选菜权。好的，是什么游戏呢？不会是我非常熟悉的猜歌游戏吧？这什么啊，我不熟悉。拔河。跳绳吧，跳绳。不会是跳绳，是绕在身上一对一的那种转圈那种啊？还是说放上面扒往上扒？真的假的？就是爬绳，我就还是不要。宝宝，宝宝啊，是你站在那边，然后我们拴一个绳，就这样这样套套圈游戏，套圈套圈。说吧，是干嘛的？有一位俱乐部成员已经想到了，真哥啊，套圈的。套圈啊。不是，是两个人把那个绳子绕在身上，两个人转，看谁小先移动。就是不能失重，明白了，就是不能失重嘛。好嘞，那我们要正式开始了啊。对，上。那咱们俩，上来你就想跟我。红绿组合。红配绿，真美丽。哎，你在那边。左脸，你左脸好看。哦，左脸。哎，我也是左脸好看。我知道，没有关系，我可以这样，这样就好了。可以。千夫的爱。Round one。哇哇哇哇哇！三二一，开始。你俩是在用眼神杀死对方是吧？感觉有点像对视游戏。小心点啊！小心点啊，小心点啊。别是没事吧，没事吧。哇，刚刚你们就被我推了我一下吧。小心点啊，别是没有啊，因为你两个手都拉着那个绳子，你手一直拉着，你不就被他蹬过去了吗？但我这个手松了，这个手要用力抓。你的绳子可以随时松，巧劲儿，巧劲儿。哦，太大力气的话，有可能把自己坑进去啊。哲远，对手在教你。OK， 所以第一次获胜的是太行保密队。失败，失败，失败。没事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阿姨。差不多弄清楚怎么玩了，弄清楚了也结束了。徐宁浩胜了陈哲远。不是真的，男人可以输，但不能认输。所以，来，不服，不服，来。你想再次输给我吗？我的人生字典里就没有输这个字。但你一直在输我。哎呀，你明明输了一局，居然说出了这个狠话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帮你着吧了。你别把这个字今天就加到你的字典里了。那可能是你平时不看你的字典。来吧，他一怼我，这王弄得更想赢了，是吧？哎，激烈激烈，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哎，舞蹈份儿。哎，太刺激了。喂喂嘿喂喂喂喂抱歉让你难过了。明浩还是找到方法了，他重心控得很好。我的字典里从今以后有了数字，多了两个字寸劲儿，多了两个字巧劲儿。输还是没有，绝不认输，一身要强的哲远。好，第三局派队员出战。我可以山珍哥哥的。行，不、哦、重头戏来了。山珍哥哥是很会玩啊，这个玩的不会，很有经验，肯定会很拼。宝强哥既决生死，也决高下。哎呀天哪，这马步，哇、哦
哎，你动了，好动了。哎，先试的，还没有正式开始呢。开始了，宝宝哥，加油，加油！你看人家这力气，嗯，我拉了你，哦哟，哦，刚有点那种武侠的意思了，哎。哇，他太有劲儿了，这正拔河了，真不愧是正量级。哇，你马步插那么开的，宝强哥，你真的是，你重心搞太低了，你，要不站高点儿，这会不会这样拉一天啊？我们要不先吃菜啊？我觉得要很久，边吃边看表演。我们这样吧，啊，我们俩都站直了，好吗？好，否则的话胜不出，分不出胜负了，就这样平。好。哦，这下有点不稳了。可以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哦呦！哇哇，他直接搞了一个这个。宝强哥动了啊？算动吗？哦呦！哇！你的左脚动了一下，叮当响当的。三二一，开始！加油，郑哥！加油，郑哥！加油，郑哥！哎呦，好危险啊！危险，真的是，哎，真的是，哎，哇！哎呦！哇！哇！哇！这个帅，哇！这个真的帅。没事没事，没办法，人家全是重量级的，这个不是体重优势，是用脑的这个。来吧，用餐吧，上菜吧。我们要卤牛肉。好，我们就要牛肉。那蛋清羊尾就是我们的，吃这个吧。我就要那个声音那么猛的。我们要汤吧。我想吃饼。他们这个也很好吃。我觉得还是面食好吃啊。来这，不喝这个鸡汤白来。你多吃点吧，小八，刚刚花了那么多力气。我的字典里有谦让。我的字典里没有认输。我没字典。真哥，那个鱼肯定好，你看看。哇，这鱼好棒。哇，来，我们把这个鱼头拿过来，来分享一下鱼头。我的字典里面有感恩宝哥。好。他字典里的字越来越多。宝宝尝尝这个味道。你娜扎喜欢吃饼，就昨天说给娜扎来一块。好，谢谢。终于感受到这个节目的魅力。这其实也是某一种健康生活，前面用一个游戏，其实也蛮耗体力的。我刚刚听到了哲远非常大的喘气声了，因为他特别想赢我，但是现实却不如意，而且他字典里也多了一个输字。我多了一个输，就发现啊，男人是得有时候输一输，但是不能认输。我觉得我能赢。我觉得你的字典里还真是挺丰富的。没事，我可以查查你的字典，传阅一下。我觉得你俩应该是长期的对手，那就看看到底谁能一直笑到最后。这个跟输赢不重要，就是大家开心着吃嘛。真的不重要吗？